好，欢迎光临米诺咖啡频道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两金哥。夏天还没有过去，自从上一集介绍了哈利的一个冰酿壶，那蛮多客人说这一支还不错用，可是问题的话，如果是营业时候的话，放在冰箱，它一支圆圆的这样子的柱体放在冰箱的话有点占位置，那如果用堆叠的方式会不会比较好呢？那刚好上次两金哥去上海的时候有逛了一下上海的这个咖啡展，那有一些新创的这个品牌做的这个创意是满满的哦。那他们有做这个所谓的一样冰酿壶，那它呢是做四四方方的，有别于一般的这个冰酿壶的一个造型体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，说这样的方式呢其实原理差不多，可是观看的时候就是它好像有一点像饮水瓶吗？不是，是一块砖的一个造型，造型创意是满满。那它到底好不好用呢？第一个，它是全部都是用塑胶的 PP 台子来做。好，第二个部分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开口，倒咖啡、冰酿咖啡的。第二个，它打开来是两边这边有个扣子，拿起来。网是怎么拿呢？上面有个旋钮，旋开来，你这个直筒式的滤网就可以往上拿起来了。我们今天使用的话是中浅焙的精品配方，完美比例。好，它是回甘度、清香度，以及说它特殊的一个口感都不错。那毕竟这个冰酿咖啡所需要的粉好像有点略多，所以呢，我不会用比较单价比较高的咖啡豆，但是也不能用太烂的，因为我现在的话要萃到80克，用这样的多量的粉，洗洗拜拜，大家够甜，嘛是爱食较好。好，我们再磨，磨的部分呢，我也不要磨太细，跟上次一样，小富士的冰刀4.5。就把粉倒下去，锁起来，两边的扣子打开，装下去。但是呢，在装下去之前呢，我们要倒水，所以很简单，我们先扣起来以后，打开你的开口，热水补一下，跳高一点，尽量可以让它渗透进去。把你冷水从这个洞倒进去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好像比上次那个哈利有再好一些。姑且不论说材质的好与坏，一个玻璃一个塑胶的嘛，但是它的设计我个人是觉得说比它好。摇一下，没有滴出来，所以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放，这样子放，倒下去放，站立的放，水都不会滴出来。这个防漏做得不错，这样你就可以跟全家人以及朋友共享更多壶、更多不一样风味的咖啡了。今天的这个新创的冰酿壶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吗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